了吃的，我老都能放弃什么？姥姥，你今天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排骨炖头头啊！我给你做。咱没有排骨，火烧肘子。哎，也没有。那咱家还有什么能做的呀？我们先来打个鸡蛋。张正，你是不是在偷吃我薯片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们薯片过敏了，你不知道吗？那薯片好吃吗？有点咸。裹一下鸡蛋，蘸一下薄脆，是这样吗？对。下锅打至两面金黄，离两秒别崩死你了。来，姥姥做好了，吃吧。硌到牙了。真好吃。给鱼一大堆有男朋友吗？你跟嚷嚷说实话。我没有，姥姥。你和俺鱼咋样？哎呀，姥姥，年轻。这个俺鱼人傻一点嘛，但是他，就算你这有，俺都没有。